就把舌尖往上扬，不要碰到上颚。12 E 在字尾部发音。12 Next one。好，从13开始到19，它的字尾都有。那这里呢，每一个字都有两个音节，只有17有三个音节。你听音标会标示它的重音节在最后面，但是有时候你听到的时候，不见得是真的是重音节在最后面。那这时候我们要如何判断13 13跟30 13呢？在念实体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把音念出来。那有的音的话，那你就是把舌头往上颚放。那一是一的长音，所以是一。走开走开。